星期四，然后身为一个专业的社畜，我们今天要干嘛？我们要去上班。虽然我非常非常只想睡觉，大家可以感受到我现在身上散发着一种我想睡觉的气息吗？现在时间其实才刚刚过9点，然后虽然对很多人来说可能已经很晚了，但对我来说是很早的。对，今天特别早起也是想跟你们分享一个我近期用到真的是哇、wow、的一个 skincare。 那这个哇、wow、的背后其实是有一个小小的故事，让我跟你们说。今天的主角呢就是这两个，这个是碧儿泉的，它叫什么名字来的，活源晶透露，然后这个是他们的奇迹特嫩精华。说到碧儿泉，其实我跟他以前是有点小小的过节的，就是我觉得我们可能 vibe 没有很对。没有啦，就是很久以前，大概3-4年前吧，我有用过他们家的一个叫日夜奇迹水，用完之后就觉得肤况怎么好像没有特别好。后来我就把东西给到我一个大干机的朋友，然后他用的时候就很喜欢，所以我后来就有一个既定印象，说可能这个品牌跟我没有很合这样子。然后时间就这样子过了3-4年，来到现在。虽然说我没有什么怀孕生小孩，或是我没有就移民到一个气候完全不同的地方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的皮肤就开始慢慢的从中性偏油，然后到中性，直到现在是中性偏干的肤质。所以慢慢所有的保养品，包含化妆水啊、乳液啊、精华啊，我都开始比较倾向于真的要保湿跟滋润为主这样子。最近重新开始接触到碧儿泉产品，我必须说我是真的有那种哇，原来我可以用你们家的产品哦，都那种改观的感觉。那对于 skincare 跟精华，其实我现在最注重的有几个。首先当然很注重的是它的效果，然后再来就是它的质地感受，然后最后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它吸收力一定要好。虽然我现在脸是偏干，可是我很不能接受那种上去之后脸黏黏的感觉，我真的是 nope。 那第一步我会先用这个活源晶透露，那老实说我以前都乱用，我就用手这样随便这样拍一下就过去了。后来呢是那个 PR 教我说，其实你可以拿一个这样子化妆棉，倒在化妆棉之后，你轻轻的这样子擦全脸，它可以把老废的角质给去掉。如果你有些部位是特别多粉刺颗粒的，你可以再着重的加强，像我的话就是鼻翼的两边这边。先擦完之后，你再倒一点晶透露在手上，轻轻拍的方式把它拍上脸。这一罐我觉得它的清洁代谢力都不错，然后又可以做到保湿，赞赞。有没有感觉脸比较亮一点？再来要用的就是这个碧儿泉的特嫩精华，大家你看我已经认真的用掉了这么多了。虽然听起来很恐怖，但是我现在已经28岁了，所以脸上暗沉啊、粗糙的状况就越来越严重，甚至脸上有时候会长一些那种小颗粒，有吧？你们有长过吧？后来用了这个之后，我觉得改善蛮多的。我先给你们看一下它的质地好了，它的质地是偏水的，有吗？我现在手这样子，你没有感觉到它咕溜咕溜的滑吗？早上的话大概用这样半管就可以了。那我自己早上现在用这两个就差不多了，如果我再不出门的话，我就是在这个迟到的边缘，所以我现在要手刀的准备好，然后冲出门，剩下我们就晚上保养的时候再说吧。现在的时间我真的要迟到了，这是今天的 makeup。 有没有觉得皮肤很亮？刚刚到了公司，但是请问我的同事呢？ Where are you?自从我们有升降桌之后，你就可以选择要站着还是坐着工作嘛。大家觉得早上刚到办公室的时候应该要站着还是坐着呢？
当然是坐着啊。看一下今天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要做，或者有什么很急的东西要处理。午餐时间，今天吃葱咬猪扒饭。他如果不回我，你会杀了我吗？以后吧。我的刀已经准备好了。你剖。我们俩现在人生都遇到了很大的困难。很困难。很困又很难。做难而已，我没有笨。Let's go and kick it, you and me, and see what love unfurls. Cause girl, I bet you love some tugging on them lovely curls. Hold up a week after that. 刚我跟 Bill 吃了一个饭，然后他把我不在香港的时候，帮我收的那些信啊，跟就是一些文件什么拿来给我。我刚聊了蛮多东西，然后我觉得，朋友真的是，如果你能够在彼此不同的人生阶段，然后给一些建议也好，一些想法也好，就我觉得能够遇到这样子的朋友是很幸运的一件事情。然后我觉得 Bill 最近可能我有些卡关的地方，然后他有帮我开了一条路的感觉，所以我真的还蛮感谢他的。所以大家身边如果有这样子的朋友，真的要好好珍惜，知道吗？刚刚 cheesy 的话讲太多，我们现在来讲一点现实的东西。我刚刚在那一叠文件里面呢，发现了什么？就是这个绿色的信件。如果已经出来工作几年的，应该就知道这是什么了吧？没错，要报税。报税真的好复杂哦。我现在试着上网，然后用那个叫什么税务易来报税。天哪，我觉得我更像一个大人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现在脸看起来这么苍白啊？哎，我觉得我变白了耶，大家有觉得吗？我刚洗完澡，怎么说呢？就我跟 Keith 今天其实都觉得人生蛮难的，就遇到一些不是很顺心的事情。But it's okay， 吓死我了！我想说窗帘怎么会动，然后想起来我没关窗，因为今年开始其实有很多新的 project 正在跑，再加上本来的工作，所以其实最近真的是。至少对我来说啦，是一个昏天暗地的时候，所以最近就是在忙想找人，然后年末的 review， 上个礼拜刚办完的尾牙，然后 Q1 的目标，还有跟创作者的会议，有些要跟外部的客户提案，然后有些要跟拍摄，有些要谈影片，还有一些东西是要跟台湾那边的同事做协作，所以就是一个很充实，但是真的是很炸脑的一段时间吧，希望这些新的 project 都可以一步一步看到更多的成果。然后我现在来做我的 nighttime skincare routine。你知道我现在脸有多干吗？就是我这样摸是一点油都没有的。首先我一样是用晶透露擦全脸，这个步骤真的是可以把脸上的那种脏污都再擦下来，尤其是那种容易长粉刺的地方，你自以为清得很干净之后，其实还是有一些小小的脏污在里面。你们准备好了吗？哎呀，一样用水。Oh my god， 刚是保龄球吗？那今天晚上要着重介绍这个特嫩精华，他们有一个独家的奇迹益生活萃，它可以帮助皮肤代谢角质，所以对于改善皮肤上面的颗粒是非常有效的。我自己脸上是主要额头或是脸颊、鼻翼这一块，其实常常会比较容易会有小颗粒。那用了这个之后，你真的会觉得你的脸变嫩，然后那些颗粒感变得比较没有那么明显。另外呢，它也有添加大分子的玻尿酸，还有维他命 C， 所以它可以同时做到透亮跟保湿。你看我现在用了大概三分之一，除了我前几天生理期，你们可以看到这个是生理期的产物。除了这些被生理都霸占的部位之外，真的你用完之后会觉得哇，我的皮肤怎么可以这么嫩？它之所以叫做特嫩精华是有原因的。稍微总结一下，如果满分是五分的话，第一个成分我应该可以给到4.5分，因为我觉得用完之后真的皮肤真的有变化，然后颗粒感减少蛮多的。质地的话，因为我的皮肤是中性偏干，但是它的质地是比较偏清透的那种，我用的话是觉得保湿什么都还 OK， 但是如果你是沙漠肌的话，你一定要再记得做额外的保湿。最后吸收力的部分我可以给到4分，就是完全有达到我的标准，我觉得这是一个是美白的精华。那晚上的话，因为睡觉嘛，我还会再补一点点的乳液。这颗生理痘真的是毁了我最近在我 skincare 上面做的努力，好生气哦。
morning。啊，好想睡。今天是星期五，是我们这个礼拜做社畜的最后一天。耶！我昨天看学匠花，看到好像三点吧，就是一个自作孽的行为，因为我现在非常只想睡觉。我还没有看今天的行事历，不知道今天是不是有很多东西做。我对星期五都没有什么太大的要求，就是可以让我准时下班就好。今天开始是那个香港的年宵开始了，所以我们家创作者今年都没有什么摆摊的计划，但是我个人是很期待去走走逛逛的。7:00，所以我没有时间做早餐。我现在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欲望，就是我想要吃麦当劳的早餐。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满脑子都是猪肉满福包跟薯饼的画面，他们现在在我的脑子里面这样跳舞。你看哦，给大家看一下我的 casual Friday outfit。我的 sweatshirt 是最近韩国还蛮红的一个，就是熊熊的牌子叫 Ampler， 配件牛仔裤，然后一个冷帽，香港是这样讲嘛，冷帽就是 beanie。然后还有我之前在Nova Scotia 买的围巾，但很可惜的，我有上网找过，但是在美国跟加拿大的网站上面都找不到。所以如果你在那两个地区，然后家附近有那个 Urban Outfitter 的话，可以去试试看。大家如果对于今天分享的 Beer 全超能精华有兴趣的话，我会把相关的兑换链接放在下面资讯栏，大家可以先去试一试，感受到它有多么嫩之后再入手。出门前最后一步就是香水，这罐是我最近最喜欢的冬季香水。好了，我有一个礼物要送给你。哎，这个非常的适合你，你看。适合我这个喝到挂的时候，就是。哎，你又可以代购吗？我可以买多一点点吗？你看，这直接写了渣男在脸上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最爱的午餐时间，今天的午餐是川芳云集。Crystal， 你给大家看一下你的午餐，因为你的午餐很浮夸。哎，你不要闻它，海腥味。哇，海鲜味。Oh my god。Oh my god。它是醋。I hate vinegar。哦，今天真的是怎么星期五还这么衰？今天是两个心情很差。我今天心情很差，因为我今天看到我的男神 po 了一张照片，然后里面就是有跟女神激素的一些互动，就是有种男女友视角拍完照之后的那些打闹的画面。然后他就很坚信他们两个是真的在一起了。他们俩的中间的化学反应实在是太棒吗？对啊，你看导致我刚刚。伤心到不小心加了很多的醋到我的，它不是烧麦，它是锅贴。我们现在要干嘛？太佛，对，把我们那个新年礼盒寄出去。太佛其实系几好，因为一啲唔需要用脑袋嘅事，就系你需要不停做，不停 keep 住做呢一样。哦，所以就是不想用脑的时候就保。对 ，and today is Friday， 所以就是很需要做一些不用脑的事情。今天有人陪我下班，好开心！我已经连续好像两天自己下班了，对我的爱子。关灯。OK 吗？